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Java 项目实战还有一个网上商城。上次课呢，我们对用户的收货地址进行了维护，我们呢完成了对所在地区的级联下拉框的实现。那本次课呢，我们来增加一个有效地址。在增加地址之前呢，我们要先准备一下数据库的表，然后呢相应的 DU Surface，最后呢到 action， 然后从页面上呢输入数据进行提交。所以呢我们首先看数据库的表呢，我们需要建好这个表呢。之前呢我们已经建好了，对于这个里边的一些信息呢都比较好理解，我就不多解释了。我们呢把它产生在数据库里边，执行一下。好，这个表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表中的列呢看起来比较多，那么等会儿呢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列来编写实体列里边的属性。好，这是说的表呢我们产生在了数据库里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来写实体类。叫 address。这里边倒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收货人。审。是。地区还有一个呢，电话号码、手机号码，还有一个是否默认。我们看一下写全了没有，12345678910，回到表里边，12345678910011，还有一个邮编跟地址。好，这边呢我们就写完了这些属性，这边还有一个错误。这个属性完成之后呢，我们就需要产生对应的 get 与 set 方法。好，到此为止呢我们就完成了实体类的编写。接着呢回到 DU， 我们设计一个接口 address DU， 里边呢我们准备一个方法，这是增加地址的一个方法。接着呢再来写一个 WebAddis 呢需要的 mapper 文件。我呢右键产生一个文件，叫 addressMapper.xml。 啊，这一段拷贝过来，接着我们来写 mapper， 在这个里边呢我们来准备一个 inset，它的参数类型呢 address，
这边就有一个 insert into， 好，我们呢将这一段给它补全喽。我们针对这个表的顺序，收货人邮编，接下来就是电话和手机。省市区地址，好，最后一个呢，是否为默认地址。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呢，在我们之前设计界面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列是可以不用填的。比如说邮编、电话号码、手机号码，这都是可以不用填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SQL 语句呢就需要相应的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如果邮编可以为空，我们把后边增加一个 JDBC type， 这样的话呢，在空数据过来的时候呢，它就能够知道传一个空的到数据库里去。电话号码、手机号码，这都是类似的。好，这一段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小错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一个反的大括号，然后呢最后应该有一个小括号，而且这个分号呢如果是在 MyBodies 里边使用的话呢，我们应该去掉。好，到此为止呢我们的 insert 语句呢就完成了。好，我们呢再回到 Surface 也来准备这样一个接口。里边呢也仅仅只有一个增加方法。再提供一个实现类。这个里边呢我们提供一个私有的 address DL， 产生一下 get set 方法，调用一下好。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对于组件呢我们需要做一些设置，因为它是我们提供的一个32位的随机字符串。那除了这样一个组件需要在 Surface 的 add address 方法里边指定之外呢，还有一个细节需要大家注意。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设为默认这个值呢，如果用户选择了打勾，那么肯定会有一个值呢传到数据库里边，表示呢它是一个默认地址。那如果用户这里没有选呢，这个值呢到 Strust 的 Action 里边呢它是一个空的，那我们呢不希望把一个空存到表里边，所以我们需要规定好什么值表示它是默认的，什么值表示它不是默认的。而且如果说我们这个里边并不是第一个地址，有可能前面已经有好几个有效的收货地址，那其中呢有一个默认的，
那当我们在增加新的地址在这儿设为默认的时候呢，那肯定要把其他的默认的值呢给改掉，必须得改成非默认的。因为在我们这里所有的有效收货地址里边，最多只有一个默认收货地址。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好，那么关于这个默认的地址呢，我们呢下回再说。那我们先呢把这个地方规定好。一呢表示默认的，二表示非默认的。那么我在这儿呢做一个处理。如果呢用户没有选择复选框，那么这个值是空的。是空的呢，我就把你设为二，表示呢你并不是默认地址。好，那么关于其他的逻辑处理呢，我们呢下次专门来介绍怎么处理。好，那么关于地址这一块呢，我们在 Surface 层呢已经写完了。那我们再回到 Action。这个 action 里边呢，我们同样有一个增加方法。地址呢，我们通过一个实体类传进来。还有呢，关于 surface 的注入。右键产生一下 get set。return。 好，这个地方呢我们也需要注意，我这个界面的设计呢是这样的，当我打开这个手，当我点击这个地址管理的时候呢，在上面这一段应该是需要查询现在已保存的有效地址，而当我增加完成之后呢，应该还是回到这个页面，应该把我增加的数据呢显示在上面。所以呢，对于这个地方的点击一下肯定是一个查询，我们需要呢转到一个 action， 由 action 进行查询之后呢，将数据显示在这个页面。好，那我们呢这一段暂时呢先不考虑，我们直接呢返回到 list， 等会呢我们直接增加完了之后呢回到 address list 的页面，我们并不需要呢查询出最新的数据，我们只需要呢能够在数据库的地址表里边看到有一条新的地址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的 action 呢也基本上写完了，不过呢还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地址呢它需要关联上一个用户，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还不要忘记了得到用户的 ID。好，这一段呢我们之前是给大家介绍过的。接着我们就开始一些相关的配置了。首先呢我们将 mapper 文件呢加在这个总的配置文件里边。接着呢回到struct.xml， 我们也需要配置一个 action。 class 呢等于 address action merson 的，接着我们指定一个 result name 等于 list， 这个值呢来自于 user center 下边的address list 点 JSP。 好，再回到 sprint 配置文件，这个文件里边呢我们把这三个 bin 给配置好。第一个呢叫 address
mapper。 class 等于，跑过来这一段，跑过来，接着呢下一段 surface 整个跑过来改一改，这边改成 address mapper。 最后一个呢是 address action， 好，那我们这个 spring 的配置文件呢也完成了， struct 呢我们也配置好了， mybodies 我们也配置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回到页面，页面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表单它的一些控件名称都有前缀 address 点，好，看起来呢也没有太大问题，我们呢先来部署测试一下。我们一定要确保呢后台没有任何的错误出现，看起来没有问题，重新登录，点击地址管理，这边我呢就选，随便选一些，这里我没有做验证，也不准备写很正规的一些数据，点击保存。好，界面呢又回到了这个 address list 的页面，我们关键就是要看数据库里边有没有增加一条记录。好，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数据就已经增加进去了，这个默认值呢是1。那如果我们再来增加一个呢，选一个别的，这里注意呢有些列了它的长度在我们这儿看呢可能还不太够，比如说你要是选这么长一个，那么在数据库里呢我指定的长度是20，可能呢放不下这么长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呢可以去增加一些长度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小问题。好，邮编，好，我呢把这个呢现在就不要选中了，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数据值呢12。好，通过这一段的编写呢我们已经将数据呢加在了地址表里边。那么下次课呢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首先呢我们需要点击的时候呢能够将现有的数据显示在上面，而不能出现这里写死的一些数据，这是 demo 里边出现的数据。第二个呢对于这个地方的默认还包括这儿取消和四维默认呢我们都需要做控制。好，本次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